海龙目前应该也独取11分了。李根，新疆队第六个进三分的球员。新疆队啊，今天真的是靠三球啊，死死的咬住比分。李根来一个中投，好的。边呢，现在这两个赛季投篮稳定性也是越来越好，很多的中高也可以给新疆队造成很大的麻烦啊。李根终于是也投进了今天个人的第二个三分球。新疆队的这场比赛大部分时候都在用他们的联防屋顶，李根看了一下之后还是三分出手。这个亚当斯啊，看着真的就是没法往里多出，还是靠李根。新疆队险些抢断，李根还是出机会，还是投进。哦，范冰指导的布置啊，恐怕是也会比较愤怒。李根强杀篮下。三节里根应该至少是14分球了，已经有4个三分球，加上这一个篮下的强杀，6投5中，现在2投3个，达到了四场一分。当然第四节还可能撞机会比较少。又是李根，李根走底线杀进去，好球。这个球小打大啊，还是抹得非常快，最终是认为拉斯史密斯蹭到了，是一个前场球。亚当斯突破分球，李根来一个中投投进，2分差距。哦呦，新疆队啊，新疆队要快速得分。李根打进，追到2分，但是还有10.9秒的时间，新疆队必须要进行犯规了，那不比赛结束了。哎呀，这个球啊，陈林坚这个压哨扣篮呢可能是有效的啊，但是最后时刻呢他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去扣这一球。131-125，最终福建队凭借着最后时刻的成功防守险胜了卫冕冠军新疆。